留下纪念。耶、也欢迎以后的左邻右舍、走过路过朋友们，请记得我们六七年代的礼品哦，深植你心怀旧的好滋味。好的，那 OK 的吗 ？OK 的，那我们呢？四月继续留在现场，我们先请以轩一下连长部，那我们白色背板这边。好，待会呢，在场的时候，粉丝呢，千万不要忘记了，你们手上还有兑换券，对不对？还有兑换券呢，待会呢，都可以兑换我们家以轩他的限量杯，而且呢，限量杯呢之外呢，还可以跟我们的以轩合照哦。哦，现在是开放拍照。对，待会儿会有请我们现场粉丝有拍照的时间哦。来，手上有手机相机的走过路过的朋友也请记得哦，我们六七零饮品今天的创始店就在彰化鹿港这边，欢迎大家呢以后经过的都可以来喝哦。哇！现场在街上的所有朋友们，大家晚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六七零饮品呢专卖店在这边呢，有做我们天后驾到的活动呢。今天来到了六七零饮品的活动现场呢，就是我们 Rocking Girls 乐天桃园的吴以轩，以轩的饮现场，他可是我们六七零饮品的天后哦。所以呢，诚挚邀请大家呢，以后走不路过来到我们的彰化鹿港这边，想要那些土产，或是想喝怀旧的滋味的话呢，千万不要错过的我们六七零饮品这边，好好的把我们的，不管是我们梅婆婆的珠宝盒，真的是超级漂亮，甚至呢有我们的 ice cream 冰淇淋，还有我们蓝柑橘，哇塞，整个很缤纷的蓝蓝绿绿，就像是我们学家手上拿到这个样子，哇，真的是梅婆婆的珠宝盒。那还有，当然像珠宝盒嘛，毋庸置疑，就是有一颗一颗的珍珠。希望呢，在场各位朋友都能喝得到，好不好？待会呢，也欢迎在场各位朋友可以来旁边呢，帮我们买一杯回去，好不好？请你。手上有兑换券的四十位有谁？有谁？对对，这四十位呢，千万不要错过了，请待会呢，请帮我排队。排队的动向呢，第一位就是待会有蹲着的那位白色衣服，穿着我们六七零，然后戴着白色口罩的这位先生，来帮我举手一下，由他后面开始排队，然后兑换我们的这个，让我们以轩亲笔签名限量的六七零的饮品哦。而且呢，刚才主持人悠悠娜有说，还可以跟我们的以轩合照一张，但是呢，请记得只有一张哦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以轩后面还有活动。然后呢，大家呢，请记得排队的同时，也帮我把手机打开来，好吗？手机打开来，由我们的交给我们工作人员，由我们工作人员帮你们做拍照、合照留念，好不好？动向就是由我们来，这位先生再举手一次，由这边要排队到后面，由我们工作人员指引一下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拍照完了之后呢，就从主持人悠悠到这边再离开，好吗？好不好？